嗯，你等便是荀彧和国家召集来的贤士。我名叫曼，将徐州收入囊中，请诸位各展其才。 此地的黄巾军余部之中高手云集，话虽如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绝不能纵容你们肆意妄为。 还挺厉害的嘛，我倒是可以认同你的水平。兵马已经成功归顺我方，希望最好能将剩下的人也拉拢过来。实在抱歉，今后我愿成为您的手下。 黄金残党只剩下最后一人，希望他也能归顺我方。随他，是你了。何止是武器，你的腿脚功夫也如此厉害，请原谅我的失灵举动。没想到能遇到你这么厉害的人。
这里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，失礼了，失礼了，敌地的攻防。 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失礼了，失礼了，失礼了。桥梁已经被陶千军控制住了，要想前往对岸，就只能铲除他们了。一切都是为了结束乱世。 无论他人如何评说，我必须坚持完成。失礼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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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礼了。 仅凭私人院就起兵进攻，真是看错人了。杭州绝对不会交给你们。那么，只能连你也一起击败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夺下此地。失礼了。 失礼了！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 陶千大人的命令而亡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？没有那个必要，我们只是要击败你们罢了。失礼了。
进军吧！失礼了，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世间的混乱也稍有改善了吧？喂、哦。